确定给个主、啊。今天给他联系，然后他说他该县里了，然后我就上这来找他了，咱看他来县里哪儿了。Hello， 耶、yeah? ，今天穿的衣服挺短的，对，都露肉了，我都看见了。这个咋该县里呢？我当时上恁家去接你的。嗯，这个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恶心，然后，我来医院看看。哦，那咱这个地方不是佛爱的地方，咱换个地方佛爱，好吧？你恶心咋回事？怎么是？你想啥嘞？我真是，哎呦！我可没有那个了。哎，查了呗？查了。嗯，那不叫我爱，我肯定就去。不用了。这老毛病了，以前一直都是一到这个夏天，就是有点胃炎，就是前边胃炎嘛。哎，懒，不按时吃饭。嗯。是不是为了爱美，然后就是减肥的？我不是，我减肥有自己的方法。乖乖乖，那你在那惹了个人，我请你看电影吧，还有那长时间嘞。电影不去了，啥电影得还得花钱，咱都几十岁了。那在哪儿演？搁这车里边。那外边热得很，嗯，上家吧。上恁家我都不好意思，有人吗？上家没人。啊，上家看看，我抱着婆婆呢。你想啥嘞？干嘛？好嘞，走。啊，俺爸养的花咋样？真好。不知道，老头就喜欢养花。你看俺家的楼，往上看。好，到时候咱住这儿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走，因为我都没锁门。家这儿比较暗啊，那咱上上面去吧。一楼基本上没住过人，走到二楼，你开。你开吧，还是？还没，我要灯开开。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家里有点乱哈。你这几个卧室？乱了很。四个卧室，然后这个放当杂物间了，这旁边也是个杂，这个当杂物间了，这个也是杂物间，然后这个卧室，你之前我住那屋？我住那个，然后这个也是卧室，就不上卧室看了，卧室有点乱。之前就是搁这住，后来不是离婚了吗？然后俺妈就把生意给转了，然后回来给我看孩子，现在反正我。一般情况下都不该这个地方住，我就是该这个地方，俺爸光问我，俺妈光问我，俺妈现在该俺弟那里，走，在上面看看去。啊，这是三楼，也是简单的一个装修，也没有装修，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，都是一些以前我留下来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放在这儿了。咱们看四楼，看这是四楼。你看这个小花，橱柜也做上了。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，你看我以前开我妈留下的东西，空调也都装上了，都有。然后咱们再上去看我平时喜欢待的地方，来直接开门，我没锁。这就是我平时经常待的地方。我每次直播就是该在这个地方坐着，你看有点乱哈。然后今天晚上我准备搁这个地方拉桌子直播，看不信不信。五楼有点小，反正啥都装的挺齐的。然后带你看那个小花园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这个比较乱啊，然后俺爸种的都是花，到时候我收拾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很好的花。老头种的还有菜，你看这边。你看这是啥，你知道吧？这我当然知道了，地地道道弄的。嗯，你看那边，那都是盖的，都是小区。哦。然后前面看不见啊，也都是小区。然后这边不是建业啊、哦，都是小区，包括这里。这个啊，这些都是那个小区。你看啊，地道的城中村。在那儿快拆了。那今天给你爸点儿。
好不好？这个是紫苏，嗯，你掐点，不知道？嗯，这个是薄荷。嗯，你懂的挺多的。这是茵茵在，是不是？是。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。我说俺家这床多是真的吗？真不少。咱晚上你挑一个床睡吧。你这光套路我。套路你。那个家人们说是让我量量你有多重。你咋量得称呢？我有手量。你说你量不量啊？那我再问你个问题，假如咱俩要见面了，你选择住哪一层？哪层都可以。每一间。每一间。嗯，那就到时候反正，因为现在是啥吧？现在二楼俺爸住着，俺妈没敢讲呗。嗯。要是想住二楼的话，再说，好吧？你谁？哥哥，那你得给我量量多重。因为我要量不来几个多重的话，我都没法出现在直播间里边给家人。不行，嗯，我都试试，量量试试。家人们，我量量哈。哎呦，沉得很，给个猪啊！真讨厌。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那个。走吧，不跟这儿了。我接孩子，给你爸我送去。接孩子。嗯。这个给我直播呗。嗯，这个直播不了，还得辅导孩子作业。那你给家人们说，让他支持支持，你挣彩礼。哈哈哈！家人们说句实话，天天对着镜头录都不知道说啥了。我都不好意思。那让我不难为你了。你找你接孩子，我也接孩子，好吧？我送你回去。好。